共产党啊，就像我在九月份所说的一样，他一定会在香港实施事实上的全面戒严，从过去的偷偷摸摸的抓杀和戒严啊，到昨天事实上他已经在戒严了，接下来会对所有的香港同胞和香港曾经上过街的这些勇士们，还有这些上过街的在银行存款的资产，包括支持这些上街的律师还有媒体，进行抓捕，甚至要杀几个，还要再搞一些浮尸出来。这就像文贵从六月份开始到现在啊，包括今年的四月五月，我都给大家说过，香港最黑暗的时刻，最黑暗的时间就是十月十一。有什么弱处，谁要认命感性？